嗨，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呀！本期小编跟大家准时见面了。要是提到我们自己的国家，朋友们应该都是会非常熟悉的吧。其实我们国家的领土面积还是非常广阔的，并且也是存在着非常众多的省份，而且由于这些省份所处的地理位置的不同，再加上他们的经济基础以及发展力度都不同，所以他们最后呈现出的成绩也都是不尽相同。那么要是小编问各位朋友们，在大家的印象中，我们国家中最为富有的省份是哪里？相信很多人的答案都会是一样的，那就是广东省或者是浙江省吧。但其实我们今天的主角却并不是这两个省份，据说在这个省份的境内一共拥有9座国际级的飞机场，也是让很多的省份都非常羡慕了。这里就是我们国家的江苏省了。在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，想必很多的人也都是非常服气的吧。它位于我们国家长江的中下游地区，其境内的地势十分平坦，并且河流密布，再加上所处的地理位置非常优越，所以从古代开始，这里的工商业就一直都是非常繁荣的。同时这里的粮食产量也是比较高，绝对可以说是一个富饶之地。虽然说这里的总占地面积并不是很大，但是它的综合实力可是不容小觑的。去年的 GDP 更是高达8.59万亿，与位居全国第一的广东省之间的差距也是越来越小了，并且这里的人均 GDP 更是高得吓人，已经是达到了10.7万元，绝对是位于全国首位了。看来说这里最富有还真是没错呢。当然这里的国际机场的数量也是非常多，目前正在使用的就有9座，要是再算上正在建设中的就已经是多达11座了。不过虽然说这里的国际机场数量很多，但其实只有南京禄口机场的客流量最大，其余的客流量则都非常一般。那么不知道在大家的心里，我国最富有的省份是哪里呢？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要和小可爱们说拜拜啦。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，希望每一位来过的朋友们留下评论，或者是进行转发，一起关注哦。